是在哪？这是在酒店。我们是来酒店，就是想花钱了。没有被隔离，没有被隔离。军哥是男模八戒，他的摄影师。我真的不想再做男模了，我真的是。今天在操场，今天在篮球场拍照片，都给冻死了。其实在家也是二人世界，就是想消费。好的，好红润啊！我好红润，气色好多了。没有人给摄影师拍照，没有人给我拍照，我们家没有会拍照的。然后平时都是我给我哥拍，但是我哥拍我的时候吧，拍不出他的美，拍的有点不好看，我们不想发。今天太累了，今天。Hello， 谢谢猪，谢谢。哎，你突然暗了。I don't know。那花香不香？香。扫雷。扫雷吧，扫。那就扫雷吧。扫雷保一个人吧，咱们就扫雷保一个人，可以，对吗？可以，剩下的两个人接受惩罚。惩罚还是刚刚那个吗？对对对，惩罚还是刚刚那个吗？是是是，抱着花给大家品。太低了，现在再高一点。人这么多不太好。人这么多不好吧？他们可能都没有收到花吧。那擦猪到人家脸上了。嗯，谢谢胖胖姐。你都怕煮到人家脸上了，你还不好吧？这个就是这样。干嘛呀？给他们舔一下，舔一下，舔一下。就抱，你自己抱的那种。你怎么抱啊？这样抱。可以平时抱的再高一点。可平时人家都是你帮我抱的。抱的再高一点，抱的再高一点。对，这样对，好吧。我觉得我哥的审美就是挺好的，挺土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就是这紫红色就是挺好看的。这紫红色不好看吗？好看，是吧？其实这个花像假花，你不觉得吗？但是它又是真的，哎，还真的。对，它就很新鲜。嗯，上播有点晚了，因为处理了一些事情。我们俩确实见面的时候没有什么告白，就是我很想上宾馆，但是他不让我上去，没有告白。有告白，只是不在，没有在抖音上。写好了，写好了。我们开吧，谁先开始？张鑫开吧。星星他们先开始吧。一，谁？一，他说一，他在叫你。我的那个马哇塞，大腿什么？他写的一，你们开始就结束了？什么意思啊？赢了？滴滴咚咚的。不用再抢那个，我跟家人们说一下，不用再抢。我跟家人们说一下，我们那个私底下没有那个通气儿，我们私底下没通气儿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那个啥。没有同情，没有同情，没有没有。我们第一次表白就是相遇，就是我其实不想上，就是我们是在宾馆那个大厅相遇的嘛。但是我其实不想上去坐，他非想让我上去坐。滚呐！我是说那个，就是那种，就是两个人独处，就是在宾馆大厅嘛。然后就是我不想上去，他非得让我上去坐。
然后第二天早上他一早就给我打电话，他说 你没有人你来不来，我说行，我说你等我我就过去，就这样。喝家人们喝。哎，你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我和朋友，我们在那个，我说的是两个人单独见面，不是在八大关的。哦，嗯，是两个人单独见面。我们遇到的时候，我们俩遇到的时候是在青岛旅行，遇到的时候也没有表白，没有表白。嗯，是在青岛旅行的时候，在八大关的时候做梦的遇到的。然后在八大关遇到的时候呢，是我过去搭讪的。搭讪也不算表白啊。嗯，不算表白。嗯，其实表白是，其实主要表白就是我晚上来找他的时候，他非要让我上楼，他说你上楼。你上楼坐着吧，哥，滚呐，滚呐！我说不去了，不去了，老嫂子，老嫂子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改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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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提点瓜子儿。然后我们是在那个八大关，谁主动呢？可以说老铁，我是妥妥的被动，家人们，滚呐！妥妥的，就是被拖上了楼，家人们，妥妥的，就是把我拖硬生拉生拉硬拽的这样。你能不能讲实话？就是不想讲实话，都在公众号里，就是面子就这么重要，实话都在公众号里。就第一次见面旅行，然后第二次见面早上六点他起床，然后来给我送早饭，我当时都很无语，家人们，六点，就因为我当时是自由，我基本上是没什么正规的朝九晚五的那个职业嘛。嗯嗯，我那个职业就是比较自由，然后呢，我一般都是睡到中午十二点，他早上六点的时候到宾馆来等我，然后给我打电话，你在楼下等多久？我忘了，等了好久，得小一个小一个小时多吧。啊，他没有上去，我都忘了，其实我都记不清了。我很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睡觉会关机，就或者是开静音，我也不会，最起码有个震动吧，震动一下咱最起码咱能听见的吧。我当时买的包子还买了鸡蛋啊，我记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鸡蛋。怎么了？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鸡蛋，其他的没啥，买了包子、鸡蛋、豆浆。因为复联美旁边也没有什么别的那种吃饭的地方，就只有个便利店。鸡蛋他不吃。我没吃鸡蛋呀，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会接吻，然后就可能会 kiss。你看，我就说我是被动的吧，我是被动的，但是是那种高级被动，就是我是那种会给他一个眼神，或者是欲拒还迎。对，欲拒还迎，我不会拒绝，但是我知道就是我不会吃他给我买的包子，也不会吃他给我买的鸡蛋，因为包子和鸡蛋都有味道，如果他要 kiss 的话，就闻到一股臭臭的味道，嗯，然后我当时他进来的时候，我会故意就是只睡衣就是开一点点口，哎呦，会稍微开一点，哎，但是你又不可以开，哎呦，不可以开很大，哎呦，行，别说了，不能说这些事儿，不能说这些事儿，咱们出去，咱们就是，不是我不说，是他不让我说的，家人们，别说这些了。被封号了，待会儿。哎，哎，姐姐。嗨。啊，姐夫。嗯嗯。是。还需要请安吗？还有请安这事儿的吗？之后啊，好像是有。结束。啊，那你咳嗽什么？你吓人脑瓜一单，你净吓唬人，老铁，你在这咳嗽的多吓人。真能气我。可乐每次请安都不是发自内心的，都是被迫的，因为他刚刚变。那我为什么要发自内心给他请安？他老铁，他也不是我主人，我为什么要发自内心的想请安？你有事儿吗你？你们今天这是换在哪里直播了呀 ？Hotel。耶 ，Hotel， 真是刺激。Five-star Hotel。你们去 Hotel 干嘛去了呀 ？Play some interesting things。哇、wow, ，就可以 watching TV。A little game. Oh, OK, 非常不错。OK. 我以为你们是出差呀，或者有事情，就是没有，我们在本地。在本地。You are 就是单纯的就是 play game 吗？就是单纯的出来。Yeah. 你不觉得 very romantic 吗？你不觉得一直在家里就非常不 romantic 吗？
可能你们家太小了吧，我家500多平没有这种感觉。你家就是咱们是就是你家500多平呀，家500多平。对呀、啊、就没有这种感觉呀，就是因为卧室也太多了，又有阳台呀。嗯啊，你说什么姐姐？跟你家客厅一样大了。对不起，我们哇哇，你家多？你那说什么？你俩不是上厕所都得坐公交去吗？算的，对。你俩不坐上厕所都得坐公交车吗？老铁，一激动都容易那个啥尿床了，老铁。我给你们展示一下我们这个有多软。我进去了，老铁。下一位，行，嗯，并没有看出来。待会儿如果输了，你能替我去浴缸吗？我可以。我觉得我窝在浴缸里多尴尬呀，不行。哎呦！泰迪鱼，哎，你先给大家说一下，昨天下播，我不是惹他生气了吗？我不是熊他吗？然后他觉得我没有在很多人面前给他留面子，就是在这么多人面前，我就熊他。然后他说你不是说在人多的时候不可以对我大声说话吗？然后昨天我们俩就是下播，我怎么都哄不好他，家人们。就是当你们哄不好自己内人，不对，那叫什么家夫？当你们哄不好自己家夫的时候，你们是怎么做的？我先听你们讲完，你们是怎么做的？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有所。嗯，哦，你要这样，我没事，就是六六没，你别管我了。就这一句话是吗？咱们那个待会再讲，咱们那个待会再讲。一分钟。好的。可磨叽。就这样左右，就这样是吗？对对对。我没事就亲溜溜梅，你别管我了。我没事就亲溜溜梅，你别管我谁吧。我没事就亲溜溜梅，你别管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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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姐夫没事就亲溜溜梅，你别管我了。我没事就亲溜溜梅，你别管我了。我没事就亲溜溜梅，你别管我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我没事就亲溜溜梅，你别管我了。我没事就亲溜溜梅，你别管我。来了，这什么鬼啊？这什么鬼惩罚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就很恐怖。他们说假发偏了。没有啊，这不是在正中吗？行吧。怎么可能？行吧，行吧。你看我这个假发，这个发际线跟我的眉弓中间是一样的，这个中分的发际线。乖安吧，妹妹。是不是姐夫提醒你的？其实我觉得姐姐应该都忘了这个事儿了，老铁。姐夫，你这人就是蔫坏。没有没有，是我自己记起来的。姐夫，你这人怎么蔫坏？你出来来，特别蔫坏。没有，是我自己想起来的。行了，那妹妹恭送姐姐，妹妹先告退了，姐姐。好吧。哎，拜拜。是，真损姐妹们。我真能治我姐妹们呢，这老嫂子，这老婶子，老铁太能治我了，老铁，这退下来。他说你这老嫂子，他是说我吗？那能说我吗？老嫂子，你要说啥啊？你继续讲。下次见他的时候，就是让他跪俺5次。不，你下次见他的时候，你就让他说老嫂子先退下。